一下，两台都是吗？两台都是你偷的哦。派遣明日进入定所，且为了躲避警方查缉，已借用女友之机车作为代步，为其因该女友之机车故障，故外嫌因身无分文，利用疫情第三级防疫情警戒期间，民众减少外出机会，夺取道路同厂牌款式以及同源设置机车，经本警搜身完毕后，于日前在北投爱写警长出入之处所将其查缉到案，同时查获安慰他命毒品以及所偷制机车两部，全案讯问后，将爱写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窃盗罪嫌，依警视频一监署侦办。